腼腆比爱心疑似排开的欧巴，其实是南韩猛男秀表演者们十月份将来台湾演出。画面超养眼，也会近距离逗粉丝。而平时他们保持运动，练出完美腹肌，有配波。75분동안좋은컨디션의공연을보여드리기위해서저희들스트레칭도열심히하고요그리고또바디퍼포먼스이기때문에공연전에좀펌핑같은것도중요하게생각하면서준비하고요한국이속담은아니지만어쨌든그런말이있어요한국에서는신발을튀겨도맛있다그런말이있기때문에네튀김은웬만하면안드시는게좋습니다这回来台演出一场浓缩成45分钟猛男秀在2021年底崛起集结舞台剧演员及健美模特儿等也包含参与实境秀粉红谎言及体能之巅百人大挑战爆红的江前日저같은경우는대학로에서연극공연을많이했어요네연기를계속한대학로에서10년정도하다가우연치않게이제바디퍼포먼스를이제시작하면서지금은네열심히몸을관리하면서대만가서정말음식들이유명한데정말많은종류많은음식들정말먹어보고싶습니다네우리곧만날텐데무대에서볼게요남성그룹과여성그룹을진행을하면서인연이좀맺어진저콘서트전문이제노성일기술제작감독님을알게돼서좀저희공연이정말그아이돌스럽게外貌会不会演戏跳舞都是甄选条件这次公司率领8位成员来台创新演出要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TVBS 新闻卢鸿昌杨思颖台北南韩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